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渥太华的一个沃尔玛停车场。我今天准备就在这儿呢坐汽车去它的 downtown，去国会山庄。如果要是去那面呢，开车过去要花时间找停车位，这比较麻烦，还不如坐汽车过去，大概也就是40分钟左右。现在我们准备坐汽车过去，这是它的一个汽车站，我就准备在这儿进去坐车。它的一个汽车站，这面呢是它的轨道的一个交通，应该还没有修好。来了。这就是他的一个公交车，就这种情况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渥太华坐公交车。然后乘这辆车呢，就可以直接到国会山庄。来到了这个渥太华的市中心。这里距离国会山庄大概还有几百米的路程。就是在这儿了。从这儿距离国会山还有一段距离，就能听到从国会山传来的音乐。我现在在渥太华的国会山庄这个地方，我身后的建筑呢就是国会山庄，是国会议员在这办公、争吵、打架的地方。这面呢是国会山庄右面的一个建筑。这面呢是国会山庄左边的一个建筑。
现在人们都在往那慢慢的走。刚才有一个庆祝地点，在一个公园。今天很多人都穿着红色的 T 恤。现在进来了，这里有很多的活动。这里有加拿大 CBC 电视台，还有其他电视台在这会儿进行直播。这个就应该是 CBC。这就是一个中心的舞台，人们在这会儿要么席地而坐，要不能把椅子自己在这坐。但是昨天晚上下了点雨呢，地还是比较湿。接下来就要等到中午12点，庆祝活动呢正式开始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